大家好，我是赵老师。咱这期视频呢，要给大家讲一下这个“鸯”鸳鸯的“鸯”，这个“鸯”字它是一个上下结构，上面“鸯”，下面“鸟”。我们写这个字的时候，你一定要注意上半部分这个“鸯”竖、横折横、横这一部分，我们要给它收紧一些，然后撇捺打开。哎、呃，这个字横向撇捺是放的最开的，它要完全把下半部分这个“鸟”字给它包裹住。我们一定要注意啊，哎、呃，一定要把这个“鸟”完全给它覆盖住。咱现在来边写边讲。首先，你看上半部分。 写的时候要注意，竖、横折，哎，左右两边要往里收拢，左右两边往里收，整个紧凑一些。然后横也不要写太长，因为它横向撇捺是放开的，我们把这一部分给它收紧，会显得撇捺更舒展一些，这样来衬托撇捺啊。你看撇捺往两边打开，不要往下走 撇捺要往两边走，往两边，这样的话，鸟字可以往上写，上下衔接紧凑。往下写的话，会显这个字很长啊，就不好看了。鸟字向上，横折钩，竖折，哎，折钩往里收，然后横不要伸展太长，哎，要完全在这个撇捺的覆盖范围下。好，我们再来给大家演示一个啊，首先。 上半部分竖、横折，哎，往里收，折笔要方。转折的地方千万不能这样折过来，折笔要方，而且左右两边往里收，然后横，横不要长，哎，因为我们要衬托一下这个撇捺，你看上面收才会显得这个撇捺比较舒展。撇捺往两边走，不要往下走啊。然后鸟往上迎，折笔。 折钩往里收，哎，央字，这是央字的书写啊，一定要注意，横向撇捺是最舒展的，这个横千万不要给它写长了啊，如果横写长的话，你会分不清到底是放的横还是放的撇捺，横短一些，把撇捺打开啊。好，我们这期视频央字就给大家讲解到这儿了。